报告猴啊，今天又给大家介绍一个工作啊。这个工作呢是在东京都的这个锦西町哈，锦西町啊，大家都懂了哈，是一个大站哈，非常非常的繁华哈。然后呢，这个工作呢是干什么呢？就是贩卖这个医疗器械哈，也算是造福人类了哈。然后工资呢在19万到21万，虽然说不高哈，但是它毕竟是这个贩卖工作，贩卖工作如果你业绩高的话，肯定会有提成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呢，非常的牛逼啊。它是绘画要求呢，也是在日常水平就可以，也还不错的哈。而且在东京都内啊，所以算一个很好的工作。然后呢，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，可以来我们公司来参加面试哦。我们公司每天都会有超过40家以上的企业来参与我们的这个公司的面试，然后面试当天就可以得到结果，也是非常的牛逼啊。电话在这下面。地址呢就在东京都的这个神田哈，因为神田嘛，就东青树嘛，小东青树还是很牛逼的啊，欢迎大家来啊，踊跃的来参与面试哈，拜拜。